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今日快讯，我是 Vivian 奇闻趣事。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华人的姓氏相当繁杂，其中都有相当特殊的姓氏让当事人很困扰。拥有这些奇怪姓氏的父亲就会很烦恼怎样给小朋友起名，因为怎样起都会很奇怪。综合大陆媒体报道，一名叫死文的男子近日刚刚升格为孕妇，全家人都在为新生命的到来感到相当喜悦。不过就在要为 BB 取名时，这名爸爸就瞬间陷入了纠结，因为死这个字往往都象征着不得利，无论怎样取都很难翻转大众的印象，因此迟迟没办法为孩子决定姓名。正当死文为起名一事烦恼的时候，他的老婆突然间灵机一动，表示不如我们的孩子就叫死不了啦。这两个字寓意好，而且比较有趣，同姓氏组合起身就是长寿的意思。消息曝光后，很多网友都纷纷大赞，是老婆救了孩子，好聪明，是我就直接改姓了。另外都有网友提供建议，可以叫死复生、死奋斗。据了解，死姓主要分布于中国西北部，其中拓跋部死氏部族就以自己的部族名称为姓，但因为华人避忌死字，因此到了隋唐时期，大多数死姓都改成了相似音的师、士等，如今姓死的民众已经大大减少。各位观众，如果是你，会如何同这个姓氏取名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分享你们的看法。更多更详尽的新闻信息，请留意今晚6点更新的今日快讯。再会。